头顶那个偏右啊，头顶上痛了啊，膜啊还在梗梗梗梗梗梗，还在逃离。哎，现在感觉到好像那密度变小了啊，好像比昨天密度小了，梗梗梗梗梗梗啊，昨天密度非常大啊，今天好像密度小了点了，梗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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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现在逃离啊，现在逃离啊，现在啊，差不多要啊，这个是膜啊，从地点逃离，接下来要去核物质啊，要去核物质的沸点啊，现在最近也正在筹备啊，在地球，在地面附近晃了啊，注意啊，一会儿这边大风，一会儿这边大雨啊，狂风暴雨啊，都是沸点旋转引起的啊，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，人家还是没办法那么想啊。没有那个非常吉祥啊，他们这是无意啊啊，现在的计划就这样啊啊，好啊好啊，再见，再见。